我的生活会联动到我的创作。这次三个人合作的创作命题是21天，我们要记录3周每天的生活的样子。我有一天在陪伴，我有一天在工作，我有一天在玩乐，然后把它重整成这21个素材来完成这次 NFT。我创作有没有什么习惯呢？好像30几岁的人结婚生子后都面临时间很破碎的状态。一天使用电脑就是拆在头尾的那个交通移动的时间。所以这次 ZenBook Pro 有那个 AS 的 Ultra 的那个它的键盘可以抬升，感觉出来它散热系统好。我就很长时间打剧本的时候手的舒适度是很高的，使用时间也可以更长。我蛮常就是要确认调光，我类似 K 萤幕颜色的写实度很精准，就它细节很多。那个带有键的放置的位置也可以调控，跟它上面使用的内容我也可以设定。所以我的创作习惯比较像是我有一个创作的想法，就是偶尔有一个念头，然后就一直去跟别人讲，然后讲着讲着它就会发生。